人杰出成就奖杨燕子女士，电影制片人与娱乐媒体顾问。杨女士的整个生涯中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兼有电影制片人与娱乐媒体顾问双重角色，不仅把艺术创作与商业结合起来，也是东方文化的一座重要的桥梁。杨女士与世界上很多有名望的导演明星合作过，曾经是多次问鼎奥斯卡奖的导演奥利弗·斯通的多年搭档。杨女士呢，也担任纪录片的执行制片人。《好莱坞时报》将杨女士评为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50位女性之一。《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多家报纸曾经大幅的报道过她。美国公共电视台、国家电视广播台、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也都对她进行过多次采访。杨女士是美国电影系艺术与科学学会与百人会的会员，她又用布朗大学中国研究的本科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经常做演讲，最近在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做演讲，也曾经是大学做讲授，例如南加大学与纽约大学。制片人编剧 Robert Redder。Film Producer Director 世界华商联合会执行会的姜立新，以及 David Allen CEO of Hollywood Movie and Music Academy， 还有我们的中美投资博览会主席何慧君，以及 Mayor of San Marino 孙市长。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以及 Eddie Gray CEO of Art of Garden。我们这些的得奖嘉宾，他们都是在世界各行各业中的优秀的佼佼者们，恭喜你们 ！Congratulations！谢谢你们，恭喜你们。